哎，不是，累的都直不起腰来了。干啥呀这是啊？哎呀妈呀！慢点喝，别呛着。慢点，刚开始干大家工都这样，慢慢就好了。慢点啊，别呛着。我快心梗了。干这个哪有不受累的？ 大小伙子怕啥呀？以后慢慢就适应了。我他妈适应不了！哎，不是，还没长大，还不知道适应不了，也得适应这个道理，慢慢带吧。徐金凤，看看啊，老他妈不干了，你是不是耍我呢啊？这工作又臭又累又脏不说，吃饭都没个饭点，我下午5点再吃上中午饭。 一天不是在路上颠着，我就是在抬担架。我腰间盘都突出了，好吗？牢骚发完了吗？你想听啊？想听我能发一天？真不想干了。不干了。好，干与不干，你自己拿主意。我还有我手术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告诉你个数字，你上了4天班，一共救了17条人命。 你说什么？雷子，哎，在哪儿呢？出车了。哎，就来。告诉你个数字，你上了4天班，一共救了17条人命。